我拿。哦，招得帅。哦，还没说，还没自我介绍，他就给我来了一盘鹅肋给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二，做菜我深圳的。今天我们吃个法式鹅肝，先给我家鹅儿三年哈，看他愿不愿意借给我。好，我们去三年。鹅儿，我想吃法式鹅肝了，你同意不？鹅儿，我要吃法式鹅肝，你同意不？同意你就叫花一声。鹅儿，我想吃法式鹅肝了，你同意不？同意你就顶他脑壳。鹅儿，我要吃法式鹅肝，你同意不？同意你就叫唤一声。啊！耶，要得，好，就那么愉快的决定了哈。嘿，耿直，来隔壁子的后阳沟借一批瓦，用毛刷把它刷干净。来一坨猪油，把锅儿给它润滑一下，下入鹅肝。再来点猪油给它抹一下，翻一边，再来点猪油，再准备点鱼子酱给它浸一下。嗯，香味出来了，出锅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！今天我还是来开盘洋荤，吃个西餐，先把它隔出来。先来整一坨鹅肝，先来整一坨小的。嗯。这个味道没有对哟，自己硬邦邦的，我感觉它得了酒精肝，没得啥子怪味的，将就吃的。嘿，小根儿，哎，好吃的，我家小根儿自己都跑过来了。你今天是不是闻到气味跑过来了？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哦。你放心，我给你留点，我不能吃完。还可以。那，走，我的麦子差点给我整到了。啊，哎呀，好感人哟！哎，干快了，啊，来吃一下这个鱼子酱，嗯，哎，很高级，焦酥的焦酥的，满口砖，跟那个吃包谷烤烤一样的，还是一样的感人，和那个包谷烤烤一模一样。哎呀！嗯，这个鱼子酱没得这个鹅肝儿好吃。把最后一坨鹅肝儿给我家小狗儿吃，他肯定喜欢。来，小狗儿，这个你肯定喜欢吃了。耶，你还拿去跑吗？我又不能给你两个钱，惹你来玩哟。